样美食来袭，尽是超越想象的口味。鲜奶油意大利面加上韩式的辣鸡，哦，这个一比九吧。哦，好贵哦！哎呦，酱红酱，感觉好像是甜的，不是？它很融合，它不违和。其实蛮好，不违和啊，很香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不会感觉有奶油的感觉，真的真的没有感觉，所以鲜奶油有感觉。而且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